欢迎观看 DJI 教学视频，我们将为您介绍 DJI Goggles 主界面及基本操作手势。主界面提供了哪些信息？ DJI Goggles 主界面提供了丰富的设备信息以及功能选项，让您沉浸在飞行的同时，对设备状态一目了然，畅享智能飞行的乐趣。如何操控触控板？触控板可响应三种操控手势，分别为单指点击、单指滑动、双指滑动。单指在触控板上四个方向滑动，可浏览系统界面中的功能和菜单。在选中指定的菜单或功能后，单指点击可进入下一级菜单或开关选中的功能。双指向后滑动可锁定触控板，双指向前滑动可解锁触控板，双指向下滑动将进入快捷菜单，双指向上滑动将退出快捷菜单。 DJI Goggles 底部包含三个操作按键，分别为返回按键、功能按键和对频按键，下方则为 IPD 瞳孔间距调节旋钮。带您熟练掌握 DJI Goggles， 将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飞行和操控的体验。感谢您的观看。